他来了，他来了，他接到稿子就来了。大家好，我是祥子。星期一男女裸体骑车的段落引起热烈讨论。世界观 News 讯在漫威英雄片中扮演冬日战士的塞巴斯汀史丹。星座星期一执意近日在美国彩戏院随选视讯同步推出的方式上映。片中他与女主角丹妮斯高双双正面全裸，还在雅典大街裸体骑车，大胆的表现引起话题。塞巴斯汀史丹与丹妮斯高在星期一中扮演一对在雅典的夏夜里陷入爱火的男女。为了凸显彼此之间的疯狂来电，编导让他们在大街上裸体骑车，下车后被警方逮捕。塞巴斯汀与丹妮斯除了脚上还有穿鞋，其他地方完全赤裸。在被警方上铐的镜头里，塞巴斯汀是正面对着摄影机，重点一览无遗。有些网友觉得塞巴斯汀史丹太大方，指他虽非漫威影片中最具知名度和人气的一线要角，所扮演的冬日战士巴奇未来还会持续在漫威影片登场。有网友直呼实在太牺牲。星期一中有不少激情片段，塞巴斯汀史丹在星期一陷入狂野热恋。编辑张艺嘉 and 他走了他走了，右下角点个赞，再走啊老板。